close and hold me fast. This magic spell you cast, this is a ray of roses. When you kiss me, heaven sighs, and now I close my eyes, I see lovely on roses. When you press me to your heart, I'm in a world apart, a world where roses bloom. And when you speak, angels sing from above. Everyday words seem to turn into love songs. Give your heart and soul to me, and life will always be lovely. Morning, guys. 刚走多匆忙，我鞋还没穿上，我就记得那个计程车，放到了酒店了。呀哟！好，啊。我们俩刚刚收拾了一下，终于比较像个人了。我们现在要出门去吃早餐。今天穿了一个透色内衣。透色内衣，透色上衣，然后背了一个草编包。那我介绍一下我皮编包。那你介绍我穿上。然后我们两个穿了拖鞋，虽然带了鞋，但是拖鞋还是最舒服的。然后我们现在要准备出去吃个早餐，因为我们俩到现在没吃啥饭。现在几点？2:30。2:30去吃早餐。你吧，走吧。这个地铁真的超级方便，而且这边全部都是吃的。我们两个最后来吃翠华，大概离我们酒店走一个10分钟的距离。好的，鸡肉粉丝，谢谢你。我是软土，对，谢谢。我的是麻辣鸡丝米线，每次我都吃这一个，我觉得特别好吃。哦，你点的什么？软骨米线。猪肉软骨米线。谢谢。好吃吗？哇，这个汤头真的入口即化。入口即化。尝一下这个被嘉豪吹得天花乱坠。嗯。入口即化。哇，它好好吃哦。它就留在我手上。四个字形容那个。入口即化，入口即化。它的那个午餐肉跟蛋都好嫩啊！哇，这应该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三明治之一。对，是。你们如果来的话，一定要点这个套餐，它应该是下午茶的套餐。2:30到5:30。嗯，2:30到5:30。好，它的薯条真的也好好吃，就是现炸出来，超脆的那种。听阿里片给阿婆，这烟的烟的味，因婆阿尼玛心给阿婆，门内的天空嘛破龙比可以吞给阿婆，他比我年给阿婆，心里的天给阿婆。现在有一只公鸡，好不好？老婆哎，哎，他老婆那么低调吗？我来买我的爆米花。Yeah, 我们叫了一个 soy latte。你也说？It's okay。
is every day. Right. Yeah, it is really nice. Yeah. Let's go. Thanks for waiting. 我们来到楼梯买零食，然后就回酒店。哎耶 ，bling bling 的有没有看到？这里面好美啊！透明だけど面白いだし、虹色に染まって世界、今日も地球のどこかで、エビをムシュムシュ食べて、フラミンゴは。ピンク色に染まっていくぜ 1,2,3 有人有人这个这个是烟的 Cheese house 幸好我就扣完它了扣完它这超好吃 Must buy根本讲 COVID 的时候这个断货我们找不到我们平时吃那个盐巴口味了买了这个这也是盐巴但它是 pretzel 不知道好不好吃谁会买这东西吃、啊、我会买苦瓜耶这个是我有点太贵了蒜不如配饭买苦瓜脆Green or blue, show off your natural hue. Chips. With chips. How can this be nice? Sausage flavor. Oh, 明太子。没带过啊。嗯。这个每次他们都有吃的。好吃吗？这个螃蟹。抹茶口味的吗？这不是什么、啊？抹茶口味的小螃蟹。是这个品种的。绿色的吗？对啊，绿色的。我们现在在 Cold Storage 来买一些饮料跟水。我现在已经懒得走了，走不动了。我买了几包薯片，哎，一包而已吗？一包薯片。然后还有一些 nuts， 喝酒配酒喝，配酒吃。然后还买了一包，买了一瓶我的 Sriracha， 因为我家那边每次 off stop， 然后找不到，我就买了一瓶在这边。走吧。I think we are not leaving. 我们两个先要吃点零食，看 Netflix。我比较想吃这个，还有我的 popcorn。sour cream and onion， 这个很好吃。咦，你看嘉豪叫的这个，上面他叫的 cheese 口味的，新鲜的。哎呦，漏风了。嗯，不好吃。哎呀，还 OK。你要是我喜欢吃口味。他叫什么名 ？Caramel， 白啦。没有，这男的。那个男的叫什么名？我们在看 Netflix， 这是第二季。好看。他叫杰克，他叫。Stephen? Fuck you!
Steven Wrong Jacob Oh sorry that's him Vervain This is Vervain What's his name? Thank you Adam No not Adam Jasper No That's the other guy Oh yeah What do you cannot do at home? Do that eat on your bed No, no, no Sorry about this. I tried to do it now, so... Thanks. I think it's not that hard, yeah. Ah, cheese! You can't control it here. Jeff, it's okay. This is... What? 1664我觉得所有啤酒里面只有它是比较好喝的，没那么重口味。干嘛一直 focus 在你的脸？又不帅。还有这个很好吃，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非常之好吃。它里面有一个 almond， 然后有一片饼干，还有 cheese， 还有莲蓬。我们家每次都会买的 Don Don Donkey 的零食哎呦叮叮这超好吃超香大半夜我们叫了外卖这是冷面然后点了有牛肉还有羊肉串然后这个香肠啊还有土豆里面我还点一个猪脚烤猪脚然后这些是其他的烤串四人份啊这个就四人份应该出吧这里冷面看起来很好吃现在是大胡子烧烤我是第一次吃不知道好不好吃 Morning guys 现在是11:40我们要出去吃个早餐昨天我们路过那边的时候看到一间新开的 Tiong Bahru Bakery然后我们打算去吃一个早餐，喝杯咖啡。你看这位，干嘛？没有肿啦，那是胖，那个不是水肿。你早上跟晚上长的是一样，那个是单纯的胖。那早上就开始吃饼干，看 Twilight 在早上在床上。不拿那个。那拿什么？你不胖谁胖？你不胖没有天理耶！都知道我在减肥。我们昨天晚上看 Eclipse 看到了一半，然后两个人太累睡着了。这个是我的 one of my favorite scene， two of them with Bella。I'm sorry about last night. It couldn't have been easy on you. Definitely won't make my list of top 10 favorite evenings. You have a list. Nice spend with you. Like where he said to.Number one is when you said you're marrying me. Like, you should keep your thoughts in.太冷了，我穿了一件毛衣。恰好了，把冷气开得太冷。一般早上我只有放 moisturizer 而已。然后现在我用的是这一款，这是一个姐姐送我的。倒是比第二个贵挺这首带的化妆品，哒哒，有的没的一大堆。这次带的粉底是一个粉条，比较方便携带。那个颜色。下一个是 NARS 的一个遮瑕，我用的是 Vanilla。眉毛我是用的是 Mera 的5号色，
这个是偏冷色调，偏灰一点的色。我的眉粉用的是 K 的。你以为我是的？这样子眼头会稍微自然一点。眼影，我用的是 Etude House 一个没有再出的一个系列，找不到类似的相近的颜色。它就是一个棕色的打底，然后里面加上七彩的闪片，而且非常透，这个颜色做的。然后我就用的就是这四样百年不变的东西 ，Kiss Me 的睫毛膏，然后就是 Muji 的睫毛夹，还有这个是 Uni 的眼线胶笔，它就特别特别顺滑，然后是这种浅棕色 ，Kiss Me 的眼线笔也是棕色。今天腮红用的是 NARS 的 Sex Appeal。To You 的Bauhaus，它这种纯泥的质地还蛮自然的颜色。我现在出门，哎，我的鞋嘞？我的鞋嘞，刘宇？刘宇的鞋嘞？那边。我们现在去下面的 Tomorrow Bakery 吃饭。Outfit of the day。给你给起的灰衬衫，给你给起的小红裤。我这次来就带了两双拖鞋，因为只是三天两夜嘛。你这个拖带了一双拖鞋，带了一个运动鞋，就是这样子。打扮别人去。你饿吗？哎，我吃香豆腥，吃一个。You got me melon so
在酒店看完了所有的 Twilight series， 然后我们俩现在去吃我的 corn dog， 这打不起。我看到福兰妈妈，对，啊，就那个东北菜。哎，看这很像月亮哎，在我后面，对，挡住了，挡住了，哎，很像月亮。我们现在走到了新加坡河，这是我们刚才住的酒店，住的蛮近的，我觉得蛮方便的。灯有开。哦耶！上次我来的时候没有开，我就没有吃到。Mozzarella corn dog with sugar and spicy ketchup. M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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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超辣！它上面是 mozzarella cheese， 然后吃完之后底下是一个 sausage， 超级好吃。好辣。哇，辣吧，啊啊，我们俩本来要吃去吃中餐，但实在太辣，我嘴都肿起来了，我们决定去吃附近的海底捞。哇，你为什么 let me buy ice cream 吗？啊，你没有说你要买。我要买，买这边的吧。对啊，快到了。就我们俩都是可以吃辣的人，但是每次这个 spicy ketchup， 啊，都会辣得我头痛。我也。啊。发麻发麻的。我觉得我胃开始有点痛。我看看你的汗，超夸张，被辣的。啊，辣辣，真的辣。现在好了，刚才超痛，刚才刚吃完的时候。现在好一点了，缓过来一点。We are here。这蘑菇好吃啊，看。叫吗？杨慧宇。哎，不要叫我全名，那所有人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啊，老鼠还是 squirrel？ 老鼠。squirrel 啦。老鼠啦。老鼠来。我看不清楚，你过来看一眼。你看它是 squirrel。老鼠啊，老鼠！我帮你掉。咦！我们两个吃饱了，回到了酒店，顺便拿了人家两盒西瓜。我还得到带回来的西瓜，我们刚刚已经吃完了一盒，再开另外一盒。不需要这么小个的啊，拿回来，拿回来。Skincare， 我这次带的保养品就是这些。第一瓶大葡萄。
化和灭油。这是 John Elephant 的小样，科研式的眼霜。保湿霜，这是小瓶装。最后一个兰芝的唇膜。我们刚刚全部收拾好了，然后现在准备退房。拿这个。那我东西呢？哎！觉得这间酒店真的蛮干净的，而且还很方便。我们就叫了好多宵夜，因为它附近有好多好吃的。我们刚来的时候比胖了好多。诶，但是你好像拉了很多。我们现在把我们的行李放在这边，然后我们打算出去吃个饭，因为嘉豪下午6点钟有课，也在市区中心，所以我们俩就先不回家了。Yeah. Oh, it's fine.附近的粥 ，porridge。都没有吃过这些粥。我们两个最后决定来吃红星，它真的离我们的酒店大概7分钟的路吧，我们两个走到了。就我的鞋比较美。我的比较美。我的比较贵。Reebok。不是很舒服。蛮美的、哦、你看得到那个细微吗？到了、啊、我们每次来都要排好长的队，希望今天没有人啊，感觉好像真的没什么人。叮，那个粥跟你叫 OK， 没问题。今天我的皮蛋瘦肉粥终于喝点粥。Tell me once, one last time. How to read, how to rhyme. Tell me what I should.那我穿了毛衣来喝茶，快热死我了。我还想脱衣服，哎，大家应该不介意我穿内衣吧？我们已经回到了家。 Thanks for spending 3 days, 2 nights with us. Bye. Derry 快来讲拜拜。 Bye.
地数了没年把得也免了破天地进了手杀跟喷进你了你家里面里